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视频呢，是我首部组装的 3D 打印机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 like 我的 video， 感谢感谢。视频 Part 1用了3个小时，接下来会用16倍的速度来播放。如果您有问题，欢迎在 comment 下面留言，我有时间我就会一一的回复，谢谢。